当我知道我孩子的病是有希望的，是有治疗手段可以去，理论上可以去尝试的，但是只是因为这个理论上的治疗方法离我们普通人很遥远，但是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你是可以去让他至少去追寻这个希望。当时呢，只是需要哪些就，去查哪些啊，比如说一个制备的环节，什么叫二水氯化铜，那我会专门去查二水氯化铜。比如说超静工作台是什么，我就会专门去查超静工作台，因为我只要根据论文里面的流程，先把那个过程搞懂、搞明白，先把组氨酸铜制备出来，才是我当时最紧急的事情。国内的这个政策里边，就是你要申请一个药，你得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动物实验呀、人体实验呀，它是有一整套的要求的。拯救我孩子的性命是第一紧要的，在拯救了他的性命以后，更重要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恢复他的损伤，要让他慢慢的变得像正常人一样。我觉得这个过程会有一定会可能不会那么的快，所以在他好之后，我肯定我也愿意去继续从事相关的这个工作，因为确实蛮有意思的。不想他在绝望中等待死亡，就算是失败的话，我也希望他是在追求希望的路上。